酸辣手剥笋换新包装了，还是以前的配方，还是以前的味道，换了一个新包装。酸酸辣辣，越往上越嫩啊，然后还是大个头。这是我刚拆的一包，才五根儿。那这一包是，也是五根，还是大号的，啊。日期是最新的啊，2021年3月6日。哎呀，现在天气暖和了。吃点这个酸辣笋真是开胃解馋还不胖。好吃啊，郑重承诺，本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，原材料来自天然竹林啊。万一有虫子，难怎么说来着哈？虫害难免，加工时以严格挑选，仍难完全剔除。但不影响品质安全，如有账袋漏气请勿食用，联系我们包赔。来吧。